Hello，大家好，今集系二年级上学期数学，关于角，同埋呢个垂直线，咁样咧，如果想要练习答案咧，就系电邮我啦，跟住就扫我嘅 WhatsApp 或者系 WeChat 嘅曲啦，是但一样得噶啦，咁我即刻送俾大家。咁啊，而家开始去片。好啦，咁啊就系攞支笔先。下列角图唔系角嘅，喺框内剔。如果系嘅，喺圆圈剔，再用呢一个标示只角；唔系嘅，喺圆圈内交叉。一啊系啦，二就唔系啦，因为咧系有曲线咧就唔得嘅，两条要直线嘅，两条曲线唔系啦，两条直线呢个系啦，要 mark 翻呢一度。佢话要 mark 翻只角出嚟俾人睇，好，跟住用呢一个标示下面角标示佢系角嘅咧，都要标示佢，要有四只，咁啊有曲线就唔系噶啦，呢度有两只，一有曲线就唔系，两条一定要直线嘅。曲一曲线就唔系噶啦，两条直线嘅要，咁啊呢一度咧标示晒佢啦，呢度有五只，全部直线就系噶啦。好啦，到呢个啦，比较下面只角，将答案圈 H 定 K 大啊？咁啊，H 大啲。呢一个系窄啲嘅，呢、这个窄啲，呢、这个阔啲嘅。A 同 B，A 比 B 系大定细啊？A 比佢，咁呢一个咧就系细过90，呢一个系大过90嘅，呢、这个就系90，佢大过90，所以咧 A 比 B 系细嘅。好啦，PQR 最大边个啊？最大呢个啦，Q 啦，呢、这个啡得最开啦，呢、这个系好窄啦，呢、这个冇咁窄。好啦，呢、这个边个最细啊？最细呢个啦，呢、这个最窄，呢、这个位好窄。比较右图嘅角，填答案。X、Y、Z 大致细，大致细白，最大系边个啊？X、Y、Z 啫，呢、这个唔使睇。X、Y、Z 最大呢、这个，第二呢、这个，第三呢、这个。Z、X、Y，好啦，W、Y、Z 今次咧系要 W、Y、Z，就系唔要 X。唔睇 X，好啦，由细至大派，最细系呢个啦，第二呢个啦，第三呢个啦，所以系 Y 啦、W 啦、Z 啦。好，跟住又系角啦，圈答案圈起来，这是一个咩角啊？锐角咧系细过90。直角系90，钝角咧系大过90，咁呢个咧好明显系细过90啦。呢个系锐角，呢个系咩角啊？呢个系垂直噶噃，呢个系直角，因为90。呢个系大过90，呢度系90，佢仲要大啲，呢个系钝角。呢一个又系直角嚟嘅噃，呢、这个直角呢、这个90度。好啦，
在框内填写适当的数，并把答案圈起来。上面的平面图形内有几多个咩角？呢、这、一个哇，直角喎、哦，全部都系有四个喎、哦，直角有四个。呢、这个啦，上面嘅平面图内共有几多个锐角？细过90，钝角大过90。好啦。呢、这、一个系揾锐角先，呢、这个锐角细过90，哦冇啦，得一个，得呢一个系细过90。咁啊，钝角呢，全部都系钝角啦，吓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佢全部都大过90嘅，四个。利用格子黑线画出指定的角，钝角大过90，嗱，90就喺呢度，大过90，唔搲开啲啦。咁呢个就系啦，直角即系90，90度咧，咁呢度咁斜啦，呢度系两格，呢度两格，呢度两格，咁呢度咪90咯，大家都系两格。方格纸上画出指定平面图形，只有两个直角四边形，两个直角四边形，咁样啦，咁咪两个直角咯。咁咪四边形咯，只有两个锐角五边形，五边形两个画条咁先啦，两个锐角，锐角咁就90，锐角即系细啲啦，一个啦，啊呢、这个画长啲啦，咁啊画呢度啦。啊，咁系90，咁啊细过去咪锐角咯，一二三，好啦，要五条，四五，咁啊搞掂，有五条，咁呢两个就系锐角啦，细过90，横线上写出所有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，英文字母得啦，钝角。要钝角嘅平面图，钝角即系大过90，呢、这个系直角，即系90。呢、这个咧系锐角，细过90，有两个锐角，呢、这个系只有锐角。好啦，呢、这、一个咧就系锐角、锐角、锐角，三个锐角。只有锐角，即系呢个啦，呢、这个系 A 呢度啦，直角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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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角系呢、这个，有直角，呢、这个系 B，呢个系锐角，锐角呢、这个系直角，两锐一直，有直角，啊呢、这个系 C 啦，有直角，有两个锐角。呢、这、一个都啱啦，都可以挤呢度。呢度咧系锐角，锐角，两个锐角，两个锐角。呢度咧就系钝角，钝角，两个钝角，两个锐角。咁只有两个锐角呢度符合啦，有钝角呢个符合啦。累积先，B 是不是垂直线？是的，tick 不是的，交叉。好啦，呢、这个系咪垂直线啊？呢、这个系啦，呢、这个系垂直线。
呢一个唔系啦，垂直线喺呢度，啊呢、这个大得滞，呢、这个唔系啦，啊、这个、呢个咧垂直线喺呢度，呢、这个系细得滞，呢度细得滞，呢、这个垂直线呢、这个唔系啦，啊呢、这个系啦，呢、这个系垂直线。好啦，跟住下边喺纸上画一条线。令佢同黑线互相垂直，同黑线垂直画一条啫。咁啊，呢度系一二三四四点，一二三四啊，唔一定系四点嘅啊，只要系垂直就得噶啦。咁要垂直，咁喺呢度啦，喺中间画啦，咁咪垂直咯。诶、啊，呢、这个几个画法都得嘅，画得啱就得噶啦。啊，途中佢画直线。画一条垂直 AC 通过 B 嘅直线，垂直 AC 通过 B， 咁呢个啦，直线。画一条垂直 DE 通过 F，OK， 咁呢度啦，喺呢度。垂直佢通过 F， 咁啊搞掂。下列角图哪一条直线表示点 P 同埋直线 XY 嘅距离？用颜色笔将直线画出嚟 ，P 同 XY 嘅距离。T 同 XY 距離咧係指垂直距離 ，P 揾垂直線 ，P 同 XY 呢條係垂直線，呢、这、一個就係我哋要揾嘅距離。好啦，呢條啦 ，XY 呢個 P， 咁呢度又揾九十度出嚟，呢一條就係垂直嗰、那個距離啦。呢、这个就系佢要揾嘅距离，啊，画得差，再画个。好啦，你哋用间尺画。好，跟住横线上填写答案。直线乜嘢和乜嘢系一组垂直线？揾垂直线呢条啦。呢条啦 ，C 啦，同 A 啦，呢度唔系垂直咯，喺 AC 或者 CA 都得噶啦。圆虚线画一组垂直线，画一组得噶啦，沿住虚线画，画一组啫，咁就垂直线呢条啦，同呢条啦。啊！佢话圆虚线啊，所以要画晒呢个，呢、这个咪垂直咯。OK， 跟住单元复习啦。下面的角锐角填黄色，细过九十，黄色；钝角大过九十，填绿色；直角即系九十，填红色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系红色嘅，我哋揾直角先。呢、这个唔系呢个，唔系呢个，呢、这个系，呢、这个系，呢、这个填红色。好啦，呢、这个系咪咧？呢、这个就面呢、这个应该系啩？啊，呢、这个系啦，咪黐黐地。好，跟住就细过九十填黄色，揾黄色啦。O.K. 细个呢、这个细个九十啦，睇下填唔填到先。黄色呢、这个好似啲色唔系几好，呢、这个明显啲咧。呢、这个填黄色，呢、这、一个唔系啦，呢、这个唔系啦，呢、这个系呢、这个填黄色，填黄色。跟住
钝角田绿色，即系大过90嘅田绿色。好啦，呢、这个啦，呢、这个绿色啦，呢、这个都绿色啦，大过90。好，搞掂。好，下边啦，去翻红色先。在方格纸上画角，画一个比 M 细的角，比 M 细好啦，打横同佢一样啦，两格啦。如果比佢细嘅呢一个入啲，咪细咯，入啲呢度咧，咁样斜入啲啦。OK，咁啊入一格啦。咁啊，长啲就靓啲，一格都得噶啦。啊，咁呢一个咧，即系比佢细啦。画一个比 N 大的角，啊，比佢大即系大过90啦。好啦，呢度两画，要两画啦，两格啦。大过90，呢度90，射开咪得咯，射开呢度咪大过去咯。咁我哋射开佢啦，射开佢吓呢度。三尺格，咁呢个咪大过90，系得噶啦。有一组垂直线的三角形，一组垂直线咁啦，呢度啦，垂直，啊，咁呢度咪垂直线咯，跟住三角形连埋去，一组只有一组。垂直线的四边形，四边形垂直线得一组嘅啫，咁就咁啦，得一组，咁我哋咁啦，OK 有啦，有垂直线啦，跟住斜上啦，咩答案都得嘅，啱就得噶啦。总言之系四边形得一个垂直线咁就得噶啦，呢个系俾你参考。右图的四边形内有直角几多个？直角呢、这个系啦，呢、这个系啦，仲有冇咧？呢、这个唔系，呢、这个唔系，呢、这个大过90，呢、这个细过90，两个。边个角等于边个角？你睇下啦，呢、这个九十，呢、这个九十，哦，S 同 R 一样，P、Q、R 由细至大排，OK，最细行先，最细呢个第一，啊，P 净系睇 P、Q、R，即系呢个唔睇，呢、这个第一，啊呢、这个第二啊，呢、这个超过90嘅，90呢度会肥开啲嘅，呢、这个第三咧。即系 Q 啦、R 啦、P 啦，跟住横线上写出所有英文字母，有锐角嘅细90，垂直嘅90，直线曲线组成嘅。OK，直线曲线组成呢个啦，曲线直线呢、这个系。咁啊，睇埋系有冇锐角先？有啊，呢、这个锐角有，呢、这个都要写。睇下有冇垂直线先？冇，呢啲唔系角，呢、这个唔系，呢、这个超过90，细过90，即系冇啦。到 P 啦，啊 P 有直角喎、哦，即系有垂直线啊 P 啦。咁冇曲线唔写啦。跟住睇下有冇锐角，锐角冇喎，呢、啊这个钝角，呢、这个钝角，呢、这个直角，呢、这个直角冇喎，冇锐角。到 R 啦，有曲线有直线，即系呢个要。OK，有冇垂直啊？有喎，有垂直，呢、这个要。有冇锐角啊？嗱、啊，呢、这个唔系角，呢、这个唔系角。
呢一个系顿觉，即系冇啦。到 S 咧系哦冇垂直先，锐觉有冇啊？冇喎，全部都系顿觉，冇垂直先，有冇曲线？哦，S 乜都冇。到呢个啦，右图中画出一条直线。表示点 O 同垂直 MN 揾佢距离，再量度。好啦，如果揾点同线距离，一定系揾垂直线，画条垂直线出嚟。咁跟住度下呢度啦。啊，咁呢度咧系要真正攞间尺度嘅，我呢度度唔到。好啦，咁啊完成啦。咁啊，今日讲到呢度啦，咁啊讲完啦，吓咁啊，如果大家系中意嘅咧，就 like 啦，记得订阅啦，要 share 条片出去，咁啊多谢，咁啊下集见，拜拜。